哎，你们猜一下，900人，给他们猜一下，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。给他们猜，给他们猜。哦，你们猜，居然在这里。可是你们是想来找我，你们想来找我，他们想来找我。快点啦，1000人啦，我跳下去啦。1000人，我直接下海啦。我直接。哎哎哎！我怕高。900人了吗？你们看那个船整个脸的，船长脸算900人了吗？1000。1000。哦，早上给。1000人啊！啊，跳了啊！我们要跳的时候啦，爱心抱抱可以帮我刷吗？爱心抱抱刷起来，我们的板，哎，那个板给我板。今天你可以给他们看一下四周，我们现在在海的中间啊，对，危险，因为引擎已经坏掉了。我们现在被卡在这边，你们知道吗？被卡着，该有 block 啊，有 block。啊，来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一个桥呢，是每个人的回忆，是吧？现在没有车啊，对，这是新加坡 custom 的桥。这个是新加坡的桥。啊，对，啊，那边就是新加坡了。我的家人，现在我们是在一个游艇上，声音够清楚吗？都清楚了 OK， 我们现在是在一艘游艇上。我们是在一艘游艇上。OK， 然后我们讲什么？我上个大街上都很好，因为讲真的 SEO 大家很久没有出国了，是吗？有没有觉得我很顶爽？你们觉得张爹很顶爽？出现 SEO 没人出国，我们在游艇上有没有？有没有很想上来游艇？想要上来呀、啊！来，给我来，雪刀哈！雪刀，来，我们下去先带你们去看看。Open， 嗯。再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一艘船的样子。对。你们可以看得到这里是。洗手盆，啊，这边很多可以放酒啊。OK， 我跟你们讲，今天你们男主播问我一个很好笑问题，他讲，我要去小便鞋，我讲，如果你要小便鞋，他跟我讲，因为我底下上层是小便鞋，我是租的嘛，游艇上是肯定有厕所的，可能还会有人像我们的男主播这样，不知道游艇上有厕所在哪里。抓姑吗？你有来过吗？这是小房间。其实他的厕所。是啊，对啊，所以这个厕所。你看他的厕所啊，刚刚好的，不会讲很小，就是我要小便啊，我要都是有空位的。对，然后这边你们看来、啊，这样小小间啊。你看啊，这走廊很小，这边还有一个房间呢、啊。啊，这是一个。是给你们看。对。OK， 这个房间。哎呦 ，OK， 刚刚好，我整个人这样子趴就是可以。对，两张。OK。OK。然后，这边是什么？厕所、啊。这边是通厕所的。对。啊，其实我们的老板有40多条船在新加坡，然后这边有10多条，所以他有不同的 size 给大家做选择。OK， 对，带你们进去。乌云转晴啊 ！VIP room， 现在这些人是多少个人？1600。OK， 这个是 VIP 呢，你可以在上面做什么你喜欢的，可以在睡觉啊。啊，做什么你喜欢的？我这边有镜子。对，想看海可以开掉这个窗帘。对，你可以开窗帘。这边是讲真的，就是足够两个人睡了。你看我这样大字啊，对，我在这边还是有位置的。OK， 然后我。这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哦，它可以开灯，这开灯，然后这边还有橱，其实够放你们的 luggage 这些。嗯，主人房这边也有厕所的，你觉得不方便，你可以去自己的厕所啦 ，OK？ 啊，对。啊，你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。给我看一下。1700人。1700个人 ，OK。我给你们介绍啊，所以它，我刚刚好，我在了这艘游艇，它有两个房间，就是你们刚刚所看的第一间跟这一间，这也是大房哦 ，OK？ 你们可以带男女朋友来，或者是整班朋友来，其实很爽啊，真的很爽。对，冷气冷， 而且里面冷气很冷。里面冷气很冷，然后这边有洗手盆啊，你们看可以装很多东西，有大有冰箱嘞。他在冰箱什么？我还没看过。有水。哦，有水这些。等我拿一点。等一下我拿一罐哈，真的很热。OK， 然后我们是没有收拾干净啦，真的很排泄，就是我们有打包早餐的啊，早餐来吃，就是很爽哦，真的很爽。对。OK， 然后带你们上去一下。OK， 然后容许我戴一下眼镜，因为他们上面太晒了。对。然后带你们上来看一下，这边是很大一下的，讲真啊，我们的男主播的 baby 都有来，讲真就是他很大，然后讲真我们这边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我们8个人在这边呢，都还有很多空位 ，OK。然后刚刚我跟张爷在位置是前面那边哦，你看那个啊。
就张爷。天霸人。天霸人啊，来。我们的游艇有很多个 size， 都是这个 size， 都有很多 size。我们来 ，cheers。OK， cheers， 来大家。养生 OK， 其实游艇哦，我们有不同的 size， 然后因为现在 MCO 的关系，所以最多是去到千九人。OK， 最多是八。这艘船。啊，这艘船最多到八个人。如果是对面那艘上，我们上船的话在神灵梦宫。十个啊。神灵梦宫。如果是对面那条船哦，你们看对面那个比较大手的，那一艘可以去到十个人，可以去到十个人，口音很可爱。OK， 来呀、啊，然后带你们去前面。对，走走。等一下，来，你们去过一次前面那边。你要小便。